其与卫是管理粮食仓库的官员。为什么咽喉疼痛跟胃出状况有关？咽喉啊肿痛，那我们的舌苔呢也会偏黑啦等等这种情形。那其实呢这些都就是中医讲的火的状态，中医叫做胃火。那胃火从现代医学来看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发炎的一个状态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